他的发想会是说，我其实去想，我小时候家里面有很多的这种，就是航空信件啊，或者是这些我阿嬷所留下来的这些信件，然后他们后面的地址都是印尼啊或新加坡这些南洋的地方，然后因为我生在台湾嘛，然后我的家庭里面，我就在想，那这一群人是怎么来的？那这一群人跟我们之间的关联是什么？这一次的作品计划里面呢，像信件的整理部分的话，我会做信件跟照片的一些展陈，过去的信件、照片跟一些文件。一些那种护照上面的文件的展陈，用世界史的方式去分析这段移民史的过程，这样子。录像方面的话，比较像是我会请他们去念这个古老的信，这些信是他们其实在当初也是请人代写的，因为他们不会任何中国文字嘛，所以他们要寄过来的时候，其实都还是要去找岛内就是会写中文的人，他们用台语念给他们听，然后那个人写，所以其实可以分看到这些信里面，它的每个字迹都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尽管它是同一个署名人，我舅公或者是他的小孩写，可是每一封字迹都是不一样，然后语义语法也都不一样，所以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，影像里面，我是请他用印尼文去念这个信，再搭配我在现在，就是现在去拍摄他们生活的环境去做对比，这样子。